Good morning, Jesus. 耶稣高早，兄弟姊妹，大家嘛高早。作为撒考来看《腓立比书》第二章十六节，将活命都表明出来，叫咱的基督的日子好看，咱无有空走，也无有堕落。有一个人，伊一边想着伫细汉的时阵课本内面所写的铁柱磨匠绣花针的故事，伊就立志嘛想讲，我要安尼来做，对着安尼。伊就揢一粒大石头，非常努力地磨磨磨磨磨，用真久的时间，回去磨出一只囡仔咧耍的汽车。然后伊非常欢喜地走去甲因囝讲讲：，你看我用这么多的时间甲功夫，用这么大条石头磨了这么细的车，要来互你耍。伊囡仔放伫伊的手，一开始真欢喜，无偌久了后就将伊甲断掉。兄弟姊妹，虽然铁柱会当甲磨做绣花针，但是敢有值得安尼来做？中心需要有建设，毋是干那头暗咧安尼一直拼命做呢？尔圣经内面甲咱讲，将画面都表明出来，意思是有基督的香气伫你的画面中间，面对着。你的工作，面对着你处理里面的生活，面对着咱时间的推进，咱拢需要好好坐落来，小算一下，绝对唔通妄动行事。圣经里面提醒着咱，好看咱无有空走，也无有堕落。人干那一生，你要选择安怎来活？阿头来祈祷，主来到你的面前，感谢你。借着这段故事，会当搁再一遍提醒着阮，是人生中间，阮会当用足侪时间去做一项代志，但是这项代志的背后，敢真正是有价值。阮用真侪时间咧看电视，真侪时间咧唔知咧做啥物，但是主啊，恳求你，予阮用宝贵的时间，会当投注伫永恒的内面。愿你一年提醒我，也继续锻炼着我每一位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祈祷，阿门。亲爱的兄弟，愿上帝赐福你，家里的一家。